然后过来以后再发个钱，还是你不要准备了。
别人讲话的，别人讲话。
为我不想跟我，你不想跟我交朋友，你觉得可以跟别人应该聊得挺开心的。然后他妈跟我讲话就是一会儿，就那个三分的下边儿，那个大的和上边一样那种。但是别人跟我说话，你稍微他俩他们可以就是比着点，他俩啊啊。我咋了？偶尔试一下，你还会。他为什么要不喜欢别人送我？妈的，我又不是认识你。可是我听进去了。你知道我妈当时说的话，我妈当时她说我人类小，人都小。每次比如说，外面出门去，这都是我爸妈。我就不高兴，我就说我以后再也不想来你家了。反正就这样，就这性格，不要说了，我就记到心里。Oh, yeah.
Terminal.